现在请狼人睁眼。狼人，请确认你的同伴。确认完毕，狼人请闭眼。预言家请睁眼。预言家，请告诉法官，你想查验谁的身份？几号？请看手势。预言家，请闭眼。复仇者睁眼。复仇者请闭眼。天亮。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。他第一页没杀人。我这样吧，我坐在这个位置只能根据刚才一些场外信息。我听到场外信息是今天的观众非常专业，没有给予任何的干扰，所以要谢谢我们观众，谢谢你们。然后从我的位置目前没有听到任何有用的讯息，我是一个好身份，所以希望后面的我们的预言家带着我们好好玩，因为我这儿完全太早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讲出来，所以呢我听听后面的发言的。下一位。我是好人。暂时没有。但不知道也好。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、啊。我不是坏人。我也不是坏人，我是好的。听完前四位玩家的发言啊，我觉得第一位何老师是那个好人以上的身份，然后从练武开始呢就开始啊、哦，我是好人过，然后星宇第一次玩过好人，然后千奇弟弟也是啊、玩不是很多也过。所以他们三个人，我怀疑这里面肯定有水，就是平民以下的身份是狼人。我觉得我这一局我可能会先投，就如果投票的话，我可能你两个听一下，我是平民，我可能会把票给在二号和三号之间。二号是因为他上来发言没有营养，一般发言都是很有营养。昨晚被偷袭的是七号，但是七号没有留言机会。也将被直接关进小黑屋。接下来，请六号开始发言。这个太突然了，我觉得这个前面的指向是五号跟三号，突然间这个。都是就是同战线的，所以同战线有两个人，我觉得只有狼人了，所以咱这里边还有个狼人。然后刚才星宇姐姐说报复心理很重，然后可能会除掉谁，说投他的人要小心了，我觉得也挺特殊的。反正我肯定是跟风的那个，因为我的身份太普通了。对，发言结束，请进入投票时间。三二一倒数后，请选择你怀疑的玩家。三二一，开始投票。二号请举牌。再第一个去。三号玩家获得四票，你其实可以表达你自己意愿，这个对我。请出局。他有留言，你有留言机会。白天偷袭的有留言。我
真的是好人。已经晚了。三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接下来进入第三页。完了，我觉得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。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。投掉一个，没了。谁的身份请看手势。谁是预言家？预言家请闭眼。天亮了。昨夜一号玩家被偷袭，游戏结束。狼人胜利。我是复仇者，但因为我在夜里被偷袭，我没有机会说话。白天推出我，我就可以说话。哇，我们玩得好蠢啊！哎，我是，你看我，我第一轮应该赢。没有，因为他太会玩了，所以我觉得一定会。我觉得维嘉说那句话非常有道理，一定是很会玩的人会拿狼人，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好，是狼人。哎，我特别想拿复仇者。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厌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厌完了，我觉得就是我又被杀掉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知道我们在后面看着。